我们要进行的是马黛茶演技挑战，每一队前面都会有三个马黛茶的茶杯，但是每队的三人中只有一人喝的是马黛茶，另外两人是柠檬汁。每个队进行品尝，另一队根据每人表情猜测对方队伍中谁喝到了马黛茶，谁喝到了柠檬汁。没有让对方猜中他的队伍获胜，获胜的队伍将得到两条阿根廷饮食密码。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阿根廷的柠檬汁。阿根廷柠檬产量常年位居世界前三，口感新鲜清爽，微酸解腻，其境内的图库曼省号称南美洲的柠檬之都。接下来我们有请高颜值队先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我这杯子还有点热。哎呀，还眼睛啊，还有点热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演技啊，这肯定上来就有问题。啊？都是热的吧？都是热的。我这也是热的。对，你们的是热还是冷呢？我们是冰的。哇，好冰哦，东北。cold。太烫了。太烫了啊，怕烫。慢慢喝，慢慢喝。啊，对。嗯。和刚才的味道很像，透明的，我看到了透明的柠檬茶嘛，当然都是透明的。哥，你都快哭了！真的，哇，他真的演得好好啊，是吧？我这个也好烫，烫，对对对。好，到我了。哎呦！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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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茶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咖啡色的。你们看到的颜色，颜色，有颜色吗？你刚喝的那个流出来了。哇，好烫哦！这个肯定是茶，茶肯定茶。好，请低颜值队猜测。那我觉得是尊哥。尊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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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流出来了。对，这玩意儿得接住，不接住这玩意儿容易被人戳穿。好。猜测结果，正确。耶！哇哇！我们要稳住了，我们要稳住了，千万不要流出来，对，一定要喝进去。